Hello，我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台英奔提公爵，它是一台那个回锅玩家才有的哦。Better than when she came 后in, 续that's for 升到满的 sure. 话是42,500，This shit, it might stop a 刹 missile. 车是22,700块，750块。那保险杆有前保险杆，原厂是长这样，客制化，再多一个像尖尖的东西。后保险杆的话有翘孤轮，That's a beauty right there. 引擎的话21,775块。那排气管有原厂是这样子哦，双排气管，侧出式。那我们就选双排气管喽。American muscle. 那引擎盖的部分原厂是长这样哦，效能型的、蒸汽型的。碳纤引擎盖，单一跟三重，来个三重的好了。Now that's a custom job. 喇叭不改，车灯5,000块，哇，它可以伸缩哎，我们等下看看可不可以把它打开。那零用套件的部分，3万块钱全改，颜色我等下再选。看一下它有什么特别的，喷漆，看看喷漆，那个亮金属，哇，它可以做双色哎，其实这样也蛮好看的，黑色跟黄色有没有？金刚黑。那个黑色好了，副色调的部分，哇，现在感觉很高级耶。选择亮橘色好了，呵呵，配合我的衣服啊。那防滚架有防滚架跟底盘升级。特技龙，选这个好了。车顶的话，原厂车顶，喷漆车顶，美国国旗，哦，美国国旗放上面呢，哈，阿根廷国旗，奥地利，然后欧洲，哇，英国国旗。有台湾国旗啊，还有日本的，没有没有台湾国旗，选英国好了。导流板，中导流板，Looking sharp. 悬吊系统，4,400，变速箱26,000。涡轮42,500，哇！车轮类型，这是美式肌肉车，那我就选美式肌肉车喽。疾风霹雳耶！You got great taste. 那轮胎款式。强化轮胎，烧胎用黄色喽。哦，翘孤轮支架。啊，没有啦，其实就是这样，这两个可以选。车窗选这个淡色烟雾好了。OK，它没得改了。OK，出去喽。哦，它可以关起来耶！打开，大灯，关起来，哈哈哈，好酷哦！
哎呀！哎呀，我才刚上路就撞到了耶，不到十秒钟。开回家喽！